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Go Markets 盘后解析。Go Markets 在线交易首选券商。今天是1月28号，星期四，我是 Eric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澳洲股市的表现。毫不意外的，今天 ASX 200指数大幅收低，下跌了 130.9， 下跌了 1.93%， 目前来到6649点，跌破了50日移动平均线。今天市场的赢家是 URW， 在21号的回调后，连续三个交易日上涨。今天的价格来到了 5.29， 上涨了 14.5%， 在长达接近三个月的震荡调整之后，价格碰到了近半年来的高位。今天下跌幅度最大的是 IFL， 这是一家金融服务公司，下跌了 10.615%， 价格收跌在了3.2块。今天他们是遭到了大单的抛售，交易量是平时的三倍多。贵金属方面，这两天黄金是处于下行区间的，目前黄金的价格在1835附近遇到支撑，正在震荡调整。白银的跌幅和黄金类似，目前价格来到 25.04 附近，也曾下跌过25的关键支撑，后来又在逐渐回升。今天刚公布的美联储决议是维持原来的水平，和预期一致，而数据背后的重点是这些决议背后所隐含的信息。我们的 Go Markets 分析师 Jackie 今天早上也给了详细的解读，各位可以找我们 Go Markets 的微信小助手所有详细的报告。而美国新任总统拜登也就之前承诺的气候问题发表了讲话，并签署了一系列的行政命令。这些法令旨在冻结新的公共土地上的石油和天然气租约，并在2030年前将海上风力发电的规模扩大一倍。这对传统能源行业来说是比较大的打击。而我也认为拜登上任之后逐渐给清洁能源等行业带来更多的利好，对于相关产业来说会是不错的机会。除此之外，美国第四季度的 GDP 年化率、第四季度实际个人消费支出以及核心 PCE 物价指数都即将发布。财报方面，苹果、特斯拉、Facebook、万事达、麦当劳、惠而浦的财报都即将公布，让我们期待一下哪家公司能从今天的下跌行情中率先抬头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、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